过参演电视剧，饰演的角色讨喜，积累了很多的粉丝。虞书欣为了实现自己的唱跳梦想，离开舒适圈，参加了《青春有你二》这档选秀节目。很多人都认为虞书欣是杨超越的 2.0 版本，实力还是有一点的。虞书欣作为一个没有专门训练过唱跳的人，她的实力被很多人认为不及格。在复仇赛中，虞书欣选择了《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》这首歌。当初刘雨昕选这首歌时，没人愿意去这组，刘雨昕凭借这首歌得了第一后，这首歌的人气就高了。在《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》这首歌中，虞书欣担任 C 位，也就是刘雨昕表演时的部分。虞书欣的表现受到了老师们的表扬，虞书欣实力这五个字也登上了热搜。不少人都说虞书欣之前隐藏了实力，而靠这首歌获得现场观众投票第一名的刘雨昕，在这首歌的表现可以说相当好了。跳舞相当强的他选择了这首歌，证明了自己是全能的。原唱831还想邀请刘雨昕合作新歌，刘雨昕最后的那一句我愿意也迷倒了很多青春制作人。